不过若是看得仔细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毁灭般的威压皆是从一只暗黑的大手上所散发出来的，并非是暗黑世界本身的力量。一只暗黑的大手竟然能够散发出令整个世界都颤抖的能量，这究竟是什么大手？为何会有如此的恐怖威能？远远望去，那看似只是一只暗黑的大手，却是感应到那是一只宛如活物般的东西，极其的诡异神秘。这一只暗黑巨手的出现，竟是有着液体在其中缓缓的蠕动，并且将天地间的光线都被其所吞没。此时此刻，整个无量神渊都变成了暗黑世界一般，没有任何的光。在场的所有神奇都无法认出此物，但却能够知晓的猜出这必然是极为恐怖之物。或许这就是一直被无量神界中的封印神法大阵封印了数千万载的那个东西，那个恶魔，不然也不可能以九道神火中排名第三的灭世神火作为阵眼。这足以说明了这只暗黑大手是多么的恐怖和让无数神灵都感到绝望的恶魔。此时那些远在无量神渊边缘处的其他超神势力的神奇强者都是感应到了这一幕，暗黑大手的那股气息让他们感到绝望与窒息。在场的神奇强者，无量神山之主已经被恐怖魔气入侵，整个神智都已经被其操控，唯有夭夭还稍微能够勉强的利用气运之力抵抗周边的恐怖魔气。小龙和雨涵以及吞吞他们三人也是立马来到了夭夭身边，并不与其他的拳魔继续对战下去。毕竟那封印神法大阵中的恶魔已经破封，所有的反抗结局或许真的都无法改变了。这只暗黑大手的力量已经恐怖到强到他们无法想象的程度了，也远远不是他们这些神奇能给有着抗衡资格，就连呼吸都感到十分的吃力起来。娘，夭夭姨娘，这暗黑大手究竟是什么呀？为何那股气息如此恐怖？也是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可怕东西。小龙和雨涵惊骇地望着那在黑光中的巨大手臂，夭夭的表情也是变得越来越凝重起来。一旁的吞吞见状，眉头也都紧皱起来。也是吞吞第一次见夭夭是这样的神色，之前从来不会从夭夭身上出现过。难道这暗黑大手的力量已经超乎想象了吗？在所有神奇都还在吃惊震撼的时候，夭夭刚刚的凝重之色也并未散去，因为他知悉这只暗黑大手的来历。当即夭夭的瞳孔开始紧缩，一股寒意自心间不断的涌出，弥漫着全身上下。能给让夭夭这般反应的还真是首次所见。虚空上的夭夭明眸凌冽，洁白的手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令牌一样的东西，然后催动神力直接将其捏碎。但是捏碎了之后也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但夭夭却并没有感到吃惊。同时他的红唇微起间，有着一道极为凝重之声沉声响起。这暗黑大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在天古浩劫中就是被那位大能者所封印了数千万载的恶魔。这现在这通体暗黑色的大手便是被那位大能者封印在这里一部分的那个恶魔身体。大地之手，原来在这无量神界的无量神渊中竟然镇压着恐怖可怕的恶魔。所谓的大地之手，大地之手四字一出，也是让的周围所有的神奇强者都是面面相觑起来。他们不敢吱声，就连呼吸都感到非常的吃力，所有的生机都被那大地之手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所压制下来，甚至连所有的天位神在这大地之手面前都只能跪拜臣服。在诸多神奇强者骇然失色间，那大地之手再次散发出无尽的魔气，魔气呼啸间也是将周边的魔烟吹散而去。只见那一只通体漆黑的大地之手也是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大地之手立于虚空，便是引得天地瞬间变得无尽的黑暗起来，无法形容的威势铺天盖地地笼罩开来，远远看去犹如就是灭世级的恶魔之手。大地之手其上的魔啸之声回荡天地之间，就好像上面有着眼睛望着整个无量神渊中的一切事物。大啸声轰然响彻，甚至是传出了无量神渊之外，波及到了无量神界周遭诸多的神之大陆，更是已经传到了无量神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大地之手复苏了，辛苦了我的拳魔部队，数千万载我的大手终于破封。这场时隔了这么久的较量，终究还是让我破了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如今还是我赢了呀。如梦如幻般的力量弥漫在每个角落，它是一股无穷无尽的暗黑力量，犹如古老传说中的神秘魔法，能让所有生灵神灵世界都感到恐惧的毁灭级力量。不出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天地间所有能量仿佛都是在这一刻都停滞了下来，除了大地之手所散发出来的恐怖力量在无尽的沸腾。下一刻夭夭他们更是察觉到下方的暗黑世界在此时都开始剧烈的爆发出无数道黑光冲天而起。此时此刻无量神渊中已经彻底的被毁灭级的气息所笼罩，就算是高阶天位神或者是巅峰天位神在这样的力量面前皆是毫无还手之力。可以说随着恶魔破封，这里的所有神奇强者皆是难逃一死，甚至包括整个无量神界都将会陷入毁灭的边缘。伴随着天地的激烈颤动持续了些许，突然间无量神渊的空间上竟是有着一道裂痕出现在空间上，然后飞快地蔓延而开。无量神渊的空间薄膜竟然是被这股毁灭级的力量给影响，直接是开裂了。夭夭以及诸多神奇强者愣愣地望着这一幕，眼中满是惊骇之色浮现，这就是这些魔物的真正首领吗？难怪会如此拼了命地要将这里的封印打破，让这恐怖的恶魔破封而出。虽然出来的只是一只大地之手，但是仅仅是这一部分的身躯就能够秒杀所有的天位神，包括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也是如此。